也是可以赢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选第一关是这什么？第一关刚没仔细看。哦好。哦，这是 PM 二。PM 二对。OK， 这个还蛮中立的场地嘛。好。我这开场爆一拳，给卷了。小麦克的 Frame Data 很强哦，很快哦。刚刚拼是会输的，对啊，我觉得这个也是要有一点 match 的。哦，这个好行云流水，不错不错，漂亮漂亮。我们都他那个抓行云流水，真的，他非常的邓雪凡哦。他的招式，他运用他的 combo 非常的流畅。什么？我靠，死了！为什么？太快了吧！为什么这个有这么痛吗？太扯了吧！好像有，以前不会这样，现在会。我知道他有 buff， 就是他那个可以直接斩杀，可是我觉得70%应该是不会死才对啊。不知道，该不是 DI 往上吧 ？Jumpman。Jumpman。厉害厉害！哇，全 smash， 砰！打现在其实还是有随时都有可能被逆转。对，现在有可能被逆转。哦，看猫完全超痛，我也没死。也没死。真的没有输。小麦克的手边基本上就是一直下 smash 而已。对对对，完全没有任何。完全没有手边。哎，打到了。猫一拳，真的随时都回来。现在 KO punch 快好了。没有，我们随机是在讲别的事情，不是这个比赛。好。对啊，不是这个。哎，打到了。红多现在非常冷静。冲又很接近哦。哎呀，现在我不知道蒙多有没有打小麦克的经验，好、哦、小心哦，哎呦，貂拳哦，哎呦啊，可惜，很想他想要直接 YOLO 了，他应该接个下 tilt， 我猜，我刚刚差点被毛到，哎呦，我刚蛮聪明的，直接前逼到平台上面，OK，、被毒到还没死，还没死，那招变弱了。那招有改弱哈，那以前超强的，有点做坏，他又不能 spin 烂。哦，哎呀，可惜可惜。哎、嗯欸哦，哎呀，被毒到了，空闪。还可以，不过还回来，还回来。马六复归，变淡，可是还不差。哇、哦，他的 bear 就是防御直接 bear， 真的很快。哎呀，他刚好吗？他那个 Q 拳是刚整好、啊。我是 Allen。啊，没事。蒙多，我、哦、没事，我以为你在对话。他的上 smash 吗？好痛哦！你说谁？你说 up smash 吗？哦，防御快破了，小心哦！嗯，他非常的有耐心。哎哎哎哎哎！好，没办法，没办法，不要躲。不错应对。哎，变魔术我哇！变把你命变不见。直接一个咻一下不见。哎。我觉得这小麦克头上落地很危险哦，他那个上 smash 有霸体，嗯，每次都想要小跳后 A 在他头上，你就会被上 smash。现在蒙多了，现在蒙多他是蛮危险的，很危险，因为应该现在赢到沙巴，可是蒙多，我现在这个趴数一个 smash 应该会死。我不知道小麦克小马六这一代好不好杀，感觉应该还是不好杀。我直接冲入，行吗？哎呀呀，危险危险。我以为前 smash 要来，哎呀，那招不能防的。这起身 KO 拳，什么？起身 KO 拳，嗯，厉害。刚那起身的 KO 拳不能防。对啊 ，KO 在地面的不能防。对。那蛮恐怖的，而且小麦克蛮快的，对啊，直接冲在飞扬一脸上，然后猫一下，对，突然就死了。不过同时那招也很好破，啊，只要摸到他，摸到他一下就可以了。只是当然你还是有足够勇气去靠近他，对啊，除非你是用那种什么远距角色，远距就丢他一下，丢到死。Falco 那个雷射是喷一下就没了，没有，好像7%，上代要7%，我不知道这一代怎么样。哦。就累积一定的趴数，还是一次要超过一个趴数？累积一定，是累积，好像是7%就好了，就一次超过还是？对，一次就要7%。哦，一次要7%，所以不能用镭射。对，对峙一下，对一下，看能不能调整一下。其实跟他很接近耶，非常接近耶。对，就是一直。马里奥打。马里奥还是要接近才能攻击，所以有时候
小麦克站在地面上，你必须要过去打他的时候，还蛮危险的。你看他可以直接前 smash 你，什么都不怕。哎呀，过防了，这应该不会死的。对，应该是不会。可是我记得有另外一招比较痛的，哪一个？不是 KO 拳。啊，是上回避不错，上 smash 吗？刚那个蒙多感觉很明显就是要背着他，他就故意飘到他的前方，然后让他对对对，有机会就不行，让你以为我以为是前 smash 哎、欸，哎呀，不用不用，哇，聪明，这厉害，因为小麦克有时候那不会抓到，蒙多要好好利用那个水啊，那个很重要，对，他不能再像刚那样放，哦，哎呀，我吓死了，我也是。哎呦哎呦，那毒到就完蛋了，痛！回来抓到一下两下，哎、欸、两下啊没有。说呢，其实这个前赛前赛啊好痛啊，痛！哎呦哎呦哎呦，危险危险！哎、欸哦，不错，好帅哦！哎哎喷到哎走掉，嗯、什么什么？上人牙医，哎哎呀，厉害厉害厉害，玩疯！是高智商哎、欸。IIQ，、哎呀 ，OK， 现在还是有机会，那个 random 还是很有机会。小麦克最大的好处就是他很好命中，简单，就是你只要揍他几拳，只要揍几拳就有了，还有 KO 拳，反正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。对 ，Smash 连发、欸，都没怕的。哇、哦、哇、哦，这个、哦、虽然不是 true， 可是还是蛮帅的。就是个KO 拳啊，不过哦，哎，我以为。会逆转吗？哎、欸、哎、欸 okay, 啊，用不了，太想要了，太急。我觉得蒙多有些地方他可以用前 smash 不用上 smash， 因为他滚他也不会滚到你头上，你就直接前 smash 就好了。是没错，有可能是按错了。上 smash 比较稳，我自己觉得。用我可是我是用大正二。来啊，结束了。OK。好，蒙多这次我直接 game 他三次是不是啊？这、就是三次都被喷掉了。哦，没有，有一次是喷到横的，然后再用披风。哦，再用披风，反正都是把人家赶出去吧。对对对。OK。实况在左边的是我吗？对啊，是 Ivan， 我是 Ivan。好啊，接下来他们要学什么场地呢？都要学什么场地？其实 Pokemon Stadium 还蛮烦的，后面那个转播，后面那个什么？后面那个荧幕。哦、oh, ，一直超干扰的，我每次都被干扰的。我到底是哪里？我是在这边还是这边还是这边？很烦哦。反正现在是谁选场地？哦，那个 random 选场地，所以反正一定不会是终点嘛。然后终点应该已经被扔掉了，选 UCI 了。也不会是在 Nashville。这个场地还不错，还行啊，应该还可以。老实说，我觉得那个我们叫什么？PM 2对小麦克可能好一点点。你小麦克如果在中间平台的中间的话，你超难下来的。他可以直接在你正下方，然后用上 tilt， 因为你落地，你可能在空中攻击每个都小的跟小的什么一样。对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应该是、他们是不是弄错顺序了？应该是。蒙多先选，哦、算了，没差，反正没关系啊，没差，反正他没就没换，所以就对啊，就没有差。哎、欸，居然拿花出来，看花是不是 Thunder Pick？ 哎呀哎呀，不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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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过蒙多不知道有没有打花了，不跟阿德有没有打过？应该有。OK。看起来花还蛮顺利的，打四区 B 的。我觉得他刚是被喷水喷到怕了。对，真的。选个康富贵牌，比较不会被喷的。哦，想再一下啊！这个如果是我也会想要再一下，因为再一下打中就上边就死了。对，哇，这个内尔，哎、欸，这回来、欸、可以可以，想说会不会太低？我以为会滚，哎呦，我多猫了好几下。哎、欸，咬两下，蛮喷，哦，我刚好危险哦，我以为他会直接抓哎、欸。实况还蛮打马里奥应该还不错，因为他还蛮蛮重，因为他的胜利动画会咬马里奥，对，自动挑衅，又咬。哦，这个 jab 哎、欸，这个被防掉，不够近。我想要来一个华丽的。
上 A 贝尔，然后直接接抓。嗯，那個、如果你没有按东西的话，你就直接被抓，然后就痛死。哎、欸，他一直在，他一直想要，很想要那个吗？很想要前 smash。嗯，对啊。哎、欸，我看他挥了好几次了。哎呦喂啊！差一点，这聪明，这聪明，直接插到他的那个花瓣的地方。啊！等一下，没有 please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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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想要 double dip 啊！太 double dip 啊！投水，投死了。DI 错吗？不知道。我不知道，刚那个看起来像感觉不会死。对啊，感觉刚那个是不会死。哎呀，红窝这个换成花，感觉不大妙啊。嗯。感觉，哎呦！我这个combo，哎，我就回避掉了。嗯、哦，对，忘记更新分数，抱歉。哦，忘记更新分数，是一一对不对？对，一一。好。好。所以，哦，他刚打掉蒙多第一条了。嗯。他刚用什么招啊？哎，我没仔细看，我刚有点晃神。啊，来，各位观众，你们有看到他什么招吗？你们刚有仔细看吗？你们该不会也在混吧？哎、欸，看起来他上摔，我不知道他上摔有没有 combo。哦，不知道，哇，好跳起来吃那个。哎、欸，这个感觉应该是上摔会有 combo。哎，竟然直接跑掉。飞走了、哦，那个也是打，还是预期他会跳、啊？哎，对，会死吗？不会，不会，还不会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会降会、欸。想到食人花很重。对啊，我想到食人花很重。好吧，这样就结束了。蒙多二比一，蒙多二比一，蒙多赢了。